跑马地 DS 塔698尺嘅两房套，呢种大两房嘅价格市场比较少见。哇，个阳光洒入嚟好舒服咯。哦，咁我明白啦。DS 塔有两边景，一边就望翻呢边嘅山景，另一边就望翻马场嗰边嘅景。不过嗰边要高少少先会望到，最主要望翻楼，所以山景系比较受欢迎啲嘅。呢个就系餐饮区，呢度就 open kitchen， 呢度就煮嘢，成 set 嘢都 detached， 都贵嘢嚟嘅，同埋嗰啲陈架都做得好好呢啲。有水龙头换咗新宿水龙头佢啦，呢个架就应该好正啦，餐饮架好正，呢度啊呢浴室好正，个石面，同埋佢有个大窗，然后有啲镜柜。哇，个空间都好大，睡房，然后个山景啦，喺呢度仲有个细细地嘅柜仔，可以摆到几件衫嘢。呢边就主人房，有个窗，有个窗台，望出去都系全山景。泥冲头好正，然后呢边门后面就有一个衣柜位啦，个衣柜位都几深，同埋有个对口窗。呢边就有个浴室，同埋佢有一个细细地嘅老婆仔，用处唔系好大。主人房够大，似呢种价格入场价大概2000万左右，你觉得值唔值？今日节目就咁多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